杀役二十四小时今晚首播，剧集由郭晋安、谭俊彦等人主演，只是看预告片已经十分混乱，大约知道就是因为一场绑架案已经产生了一连串事件。而家就为大家分析一下剧集的看点啦。先讲监制黄心慧，黄监制做悬疑剧一直都有一手，他好懂得营造气氛和制造追看性。第二是黄心慧和郭晋安呢对老拍档，两个人在与敌同行和中间人都合作无间，安仔更加凭住中间人夺得视帝，今次同样提出安仔随时凭着这一套剧第四度夺得视帝，成为无线第一人。最后今次剧集的主演配合就比较新鲜，郭晋安和谭俊彦从未正式合作过，加上王君卿和汤乐文都很少有合作，这两位男主角相信会有不少新火花。